的手机怎么了？手机摔坏了。手机摔坏了。我们学一个新的语法，动词加坏，表示动作结果不好。跟我读，坏。坏。我们看一看我们学了哪些动词。好，杯子怎么了？杯子摔坏了。电视机怎么了？它打坏了电视机。电视机不能看了。它呢？它吃坏肚子了，它不舒服，生病了。它吃坏肚子了。这里呢？电脑用坏了，蛋糕做坏了。动词加坏，表示动作的结果不好。好的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新单词。物品，物品也就是东西。跟我读，物品，物品。你看一看，他的房间里有很多东西。我也可以说，他的房间里有很多物品。你看一看，这些是厨房里用的物品。好。我们学一个新单词，碎。跟我读，碎，碎。我们可以怎么说？盘子碎了，盘子碎了，这就是碎了，这也是碎了，杯子碎了。这是什么？你说一说。鸡蛋碎了。啊，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说碎了。这是心碎了。好，你会了吗？